你们都认识吗？第一次见。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你们认识？嗯，我们之前合作过一次。没错。哦，你错过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面试环节。是吗？对。那你感觉怎么样呢？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侦探题材的小说呀、影视剧啊。看我的了吗？没看，没看。OK， 没看。法医秦明，2021年7月份在芒果 TV 平台播出嘛？那。这个作为员工，我肯定知道这部戏嘛，对不对？明白，那就是没看。好了，不用说了。